啊，这就是车友来这看的啊，看这个宣传图的啊，哎，这叫要看这个这个小驿站多好啊，开着往里进，是吧？这个村里头这两个碉楼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啊，没人住了，那两台车现在停到唐美村这儿了啊，这个大铁门，看，朋友们，你们想象吗？人有钱的啊，这美国一般的嘛，这些楼。啊，他都美国去搬了，迁美国去了啊！哦，他这房子，他家后人没有人。以前文化大革命抓了他，枪毙他了嘛？哦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完了家里人没有后人了。那他这不给别人住？没给，给我管。给你，你咋不住啊？我这我住的大把房子，这个不好啊！啊，这多好啊，楼啊！好啊。啊，那可惜了，这家现在没人住，可惜了。这哪里可惜啊？不可惜啊，不可惜。他妈人在就行啊。哦，小菜地，这个菜地已经不是我家的了，都是你家的了。嗯，楼也是你家的。嗯，哎，叫你住了，嗯，叫你住你还不住？你看一下，看，这楼。现在好多好多的碉楼都是废弃楼，没人住楼。好，你看这三个楼，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我身后这三个碉楼啊。哦，看一看，没人住啊，哦，这楼相当好，哦，现在外表啥都好好的啊，哦，看看干的那个造型各方面，这三个楼啊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大的啊，哦，看一看，哎，我上朋友们，这还有一口古井啊，哦，看看古井已经干枯了啊，古井这个碉楼也是，哎呀，也是人去楼空了，咱买一颗呗，卖给我一颗。送给你了，不是要买，哎，来，哦，这房子你看人家，这小村里头的，哎呀，这家楼大哦，没有人住了也。不是我包干，我们来这块儿。给你俩钱，来，给我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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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哎，不要不要啊！他给搭这么好。嗯，看，男人不好不亮。嗯，对，你还不住，还看这个楼。人家不住，谢谢啊，看看，完了这个喂回家喂鸡去，哎，来喂鸡，嗯，看看，哦，我们是自驾游的，车里面做饭吃，哥哥，嗯嗯，哎呀，这开花了，这大花菜，是啊，老了，老了，时间长了，这包饺子，我说那个你包饺子时候我去浙江，嗯，扬发的，这个大碉楼。看，这个相当漂亮，有枪眼儿顶上啊。朋友们，你看，我就在这个碉楼底下呢啊，这就是开平啊，这就是野的村子外头的啊。哎，看这雕花，我去，那年代就有雕花了，嗯，这都记载了沧桑啊，看这门，嗯，这门朵啊，心眼可好了。你也给我们一个莲花菜，你要不要我跑枪去看啊？你不找对人了，人家是看这个楼的，全都人家看的，他看这三个楼，我就瞅一瞅就行。有年代了，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里头装的柴啊，哦，嗯，我去，楼梯，哎呀，这楼梯漂亮啊，这顶上啊，我们进来了。到这个野的，啊，人这个老师傅就给我们开门，叫我们参观，叫我们进来看的啊。你看看他们这都进来了啊，哎，过去的路上烟囱，嗯，这个菜，啊，看这家，那个打枪枪眼儿，碉楼枪眼儿可以打枪，开平碉楼。今天到这儿了，这个就是人卧这儿，可以打枪。我们的车往底下一停，我们就上碉楼顶上了啊！看，这转圈全是碉楼，哦，朋友们，全是，我们就看几个就行了，啊，这都有代表意义了啊。这顶上这一块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就来碉楼上面啊，看一看。我已经上到碉楼最顶上了啊，这个
专门我们找到这家了，这家的主人啊，给我们开个门，叫我们上来的啊。看，这我是在上面拍的啊，吊老顶啊，拿个大字我也拍上了。啊，下边啊，朋友们，100多年的碉楼，我看一看，人家那个做工，哦，那时候的瓦匠，技术水平，哦，现在依然的完好啊、哦。哎，整体看，你看见那时候的水刷石啊，叫水刷石。你看这块门口这块，这是一溜水刷石的，你看没有？这大大钱儿啊，看水刷石啊，那块个大福字，东西，看没有？水刷石，磨的，相当的好，嗯，100多年了啊。两排字儿啊，长乐永康，啊，驾福承喜。